现在 BGM 可以了吧？老校长，说实话，我老校长为啥不跟我聊天？老校长自闭症。这个游戏呢，是一个很短流程的游戏，但它很好玩。哎，这游戏谁玩过？我好像没玩过呀。玩过的吧，老游戏。有玩过吗？不是，也不是很老吧。有玩过的。我玩过吗？好像有点紧张呀，看来。没事，选手进入状态都得耗个两三分钟。不过这游戏一共才十五分钟。嗯？今天有人啊翻车吗？没有翻车呀。咋没翻车啊？昨天跳次都翻了。规定时间内没一个通的吧？昨天就是差了一两分钟，好像。昨天波波最快他，哎，昨天不是是那个谁，是 A 幺七，两小时过一两分钟，对，也翻车了，翻了。这游戏有一点 gimmick， 然后主要是简单的，比较简单的跳次，但挺好玩的。老游戏进入线不算老的，歌迷被制裁是一，他别管他有没有被制裁，反正其他人是翻了是肯定的，就算歌迷过了，昨天出现的就都没过，这个不是出现那个跳槽，比如说两小时过不去吧，老校长不相信我。差点淹死。我昨天睡得比较早，昨天一点多就睡着了，到今天11点。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我现在不想讲，等晚上有空再给你们讲吧。你鸡巴有意思，我跟你说。吓到他，他听不见我声音，他不在我外。这会儿饭点了，应该都在吃饭吧。这个日常开关，日常大会时间表在下面那个有个链接，看到没？我直播间简介有个链接，点开。对，我想拉过来听我黑你讲故事。哎，你既然在，我跟你讲了算了。我昨天梦见我上的是警校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会儿讲故事不太好吧，我感觉。先看游戏吧，还是？不行，我要说完，我忍不住了。我上警校，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孙倩倩，是个妹子，特别漂亮，就跟那个头像长得一样，短发。没了，其实还有很长。真的，骗你是狗。就跟昨天那个头像差不多，啊，漂亮！但是我不喜欢，我们班另外一个人喜欢，那就我一哥们儿喜欢他，就孙倩倩。有，后面有，这只是个开头，前面爱情故事到中间就变成那什么了。我觉得有可能会翻呀，就感觉
太紧张了。没事，热热身。我管你，反正你有人喜欢就对了。而且特就挺漂亮的，女神级别的，你知道吗？锦花儿，我们班锦花儿，不是像锦校红，然后锦校就那一段，就有个孙倩倩，后面就没了，后面就是，就后面我就毕业了，我当警察以后，然后去执行一个任务，是两个罪犯。那两个人我就是面对面，反正就乱七八糟，你知道吗？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拿，两个人都是用锤子杀人，两个杀人犯。然后我把那两个人抓起来逮捕了，逮捕以后，然后没过两天，说有其中一个潜逃了，就是最狠的那个潜逃了，而且他把那个就是警务人的资料给盗走了，也就是我的资料在里面，然后就他要复仇，你知道吗？就紧张刺激。好像是拿了个水壶送八个，然后后面我都忘了。电影看多了，兄弟，我还真不看电影。我跟你说，你觉得我这人有时间看电影吗？平时？这个你该有印象了吧？每个都要踩一遍。没印象，我都忘了。哎，我的梦都特别有想象力。我以前做的梦，我跟你说，拍成电影都可以。这电影里没出现过的情节，巨他妈秀。有一个很早之前做过一个梦，那个情节具体我想不清楚了。悬疑大片，对对，我跟你说，那真是悬疑大片。就是那坑一环接一环的，然后当梦结束了，就跟电影一样，你都不知道。当梦结束的时候，还留了一个坑。对对，我起床以后还在想，最后就是在想反面 boss 到底是谁，然后我从那个梦里分析，然后我终于猜到了，贼刺激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我脑洞巨大，我发现我做梦了，这电影里根本没有过的情节。下一场是不是挺高兴？拿个手机上去上镜。这场不行，那咱后面。那弹钢琴是老哥玩爱忘的吗？应该玩吧。哪去了？不知道呀，后面那个你来吧，我要去吃饭。弹钢琴，国外我怎么来呀？你连上海飞机就行了。什么？大皮在不在？大皮要在的话，让大皮那个我直播可以，让大皮开机，我跟大皮用 QQ 交流，让大皮全程翻译就行。开了第四个了，没法跟人沟通啊，啥时候开始都不知道。你要吃饭的话，下一场我来。下一场不是绿豆喵喵吗？哎，不对，是下一场。麦门，你趁麦门的时候吃饭吧。下一场是四大绿。六次呢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啊，那旁边是电网吗？对啊，电网不能。啊，因为只是单纯的背景呢。
大皮说他在。哎，大皮，我上不了 Discord 了。学长说，如果他一会儿要出去的话，或者吃饭的话，你就有国外选手的话，就让你来操作一下。我负责推流，你负责跟选手交流，好吧？因为我开不了 Discord 了，而且我英语也不好，让我开了，我跟人还是没法交流。就今天国外有人比较多，下面苏打绿、新豆盖、苏沫。苏打绿一大堆，今天国外有人比较多。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，对，很有意思的项目。你那个啥，反正你 QQ 开着呢，一会儿 QQ 再跟你说。感觉我没玩过那个游戏，徒弟呀！啊，我想过是伦敦音。苏打绿 K2 啥时候跑？他不跑 K2 吗？K2 吗？那他练 K2 是为了，他是要跑他们俄国大会是吗？下来柔柔，就是很短的小流程那个，没了吗？没了，我还没 boss 啊，这东西。